选手可以出发。选手使用动作到起的单手。
Cross UFO. 下一位上场 089号 朱同阳选手准备可以出发。 最后摔倒非常可惜，下面进行第二轮，首先有请黄海洋选手可以出发。 选手可以出发。 好，接着使用一个 cross UFO， 杀伤距离还不错。下面有请089号周从阳，选手可以出发。 下面进第三轮，首先有请292号黄海洋，选手可以出发。 下面有请168号申永飞选手上场。 下面有请089号钟从阳选手出发。 下一位上场，168号申永飞选手出发。 接下来进行四位沙坪运动员最后一轮比赛。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两届世锦赛花式沙坪的世界冠军黄海洋。
选手使用的动作是一个 cross para。 下面呢，我们有请首次在我们的沙坪比赛当中露面，而且直接杀入到冠亚季军争夺赛，来自上海市文化代表队266号选手杨晨，掌声有请。 分别是 Cold Backside、 Cold Acid， 接的 Cold Cross N 睡。啊，有点长，很难回。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北京市时代男篮体育俱乐部有限公司代表队168号选手，我们去年的全国赛巴士沙坪冠军申永飞。 非常可惜，非常可惜，最后摔倒。啊，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这个组合连接动作。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广东省公子家族体育用品商行代表队089号选手钟从阳，选手可以出发。 非常可惜，然后在此巴士沙坪男子组的决赛已经进行完毕，进入决赛第三个选手是申永飞，来自北京市时代男篮体育俱乐部公司代表队。我们本届的巴士沙坪男子组冠军，好的，冠军是黄海洋。 亚军获得者杨晨，来自上海市极速文化代表；冠军获得者黄海洋，来自上海市文化学校代表队。